上半场就有一次半算，接下来这脚，这脚射门，看看希望不大，但是这脚射门打中了。五分钟的时候，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次射门，比亚哥终于开壶了，在联赛当中2-0。来看一下，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一脚打的还是比较有水平的，2-0，现在场上比分。转身，打进，有了，好的，皮亚哥终于破荒了，第七场比赛。第一个赛季，两人出现之后，皮亚哥到了禁区里边，有了这个弹进了网内，2-0。这是下半场比赛的第二次射门。12分钟时候，皮亚哥利用对完全可以跳起来正经出去的。这一下打得非常的冷静。左脚的劲射，3-0，国安队3-1领先了。六个，最后时刻第六个进球，迪亚哥也。迪亚哥也没开二度。看看这个机会怎么样啊？迪亚哥是将球摆了半天，不跑，打入了这个点球，2-2。迪亚哥31分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，让双方就重新。回到了第一起跑线上，进球以后，迪亚哥也是非常的兴奋，跑到了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前，对着镜头。有个机会，咱们球进了，球进了。那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第45分钟，全场比赛的第90分钟的时候，迪亚哥终于进球了，这是迪亚哥加盟国安队以后的三场比赛里的第四个进球。看看有没有机会，球进了吗？进了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球已经进了，打入了这个球，迪亚哥太艰难了，这个球，注意，已经非常明显的打进了球门线，进球了，啊。球进了，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的时候，迪亚哥攻进了球门，真是无声处听惊雷。这球打得巧啊，打了一个穿裆球。看看有没有机会，球进了。43分钟，兴奋，1-0。头球攻门，2-0，30分钟，迪亚哥的头球攻门，打到比分变为2-0。看一下，对，这个位置刚才跟齐鲁的位置差不多，哎，因为没碰实，迪亚哥，补盘，拉中了这个球。在禁区里边啊，利用高万国转身切进去，敲出来打门，球进了。8号迪亚哥，哎，这球！52分钟啊，8号迪亚哥打进了重返中国职业联赛以来。这球到前点，头球5-1。进球的是迪亚哥。阿泽拉尔多再送一脚长传。后防漏过了，迪亚哥
反过来左脚射门，的底线，借助对方阿德拉尔多，球搓起来，还去找提亚哥，头球一摆，再打，球进了，提亚哥，下半场开赛五分钟，提亚哥，越强大的敌人就会造就越无畏的战士，提亚哥，好球，提亚哥。提亚哥自己往里切，传过来，好球！往中间走，提亚哥再推给马丁内斯，和提亚哥打一个配合，射门，球进了！提亚哥又是和马丁内斯的配合反超了比分。提亚哥射门，球进了！第四个进球，这四个进球都是打进强盾。奥克兰，提亚哥浮き球，左サイドへ森崎浩二、マッチアップ投げてくる。シュート決まりました。久々の同点です。広島 PK で追いつきました。さあここがヒントとしてチャンスだった。中に出るシュートはと投球一点一点，从这个失球数就可以看出来。其实你包括我们像失球最多的对辽宁队那场比赛，也是被对手打满。好，现在一这右脚大门前左，哎呀，右脚还是直塞球，打门打射门，哎呦，是不是啊？又有机会攻了。出翻嚟门前，陈亚光亦都顶到，真系好劲啊！你嗰波撞未啊？李毅亦都咧就系走啊另一边啊。俾翻个车先，陈亚光三秒控定。中间的防守好严密啦，远射好嘢啊！呢个唔够咧，应该系去到九十分钟。哎，呢下头锤有啦，仲有成四分钟啊！隔下一共咧有七个入球。咁你都同陈阳咧，即系辽宁嘅陈，强大的大连队。这个后卫的身上，然后呢，第二次起脚，哎呀，又进了，打门，哎呀，碰了一下啊，杰哥，哎，碰他们的腿吧，对啊，碰他们的腿，这个球不应该有问题啊，碰了青岛队的。四个，再给，哎呦，这个。